背部，我不堪设想。魔血藤炼制的天离丹，效果略次，但就这虚火阵，能坚持多久？五个阶段修士强攻的话，不超过四人。我会尽快解丹。三日还未破，大头，你想要那女修，可要拿出点真东西出来。小杂种还真有丹炉，而且还是炼气阁内十万上品灵石的百兽灵炉。女娃子，把这丹炉拿来。大长老，这丹炉归我，日后我定有厚礼酬谢，如何？你想得美。Oh!
竟敢毁了这宝炉！我们洛河门可没有这种比赛呢。那就多看一会儿。赵国人比我们好斗，且两国路途遥远，若非玄道宗有师父炼丹所需的道元果，又与师父有救，才为我们开启这一次远古传送阵，不然我们也是绝技不会来此地的。此地修士多修杀法，不似我火焚修士炼丹炼气，享有者各异。小妹，你从小顺风顺水，不经坎坷，未知深浅，为兄希望你能多走走，长些警惕之心。本次比试为车轮战，最后站在擂台的弟子，所属门派即为获胜。我宣布横越派对玄道宗交流赛正式开始。横越派张狂请赐教。中品莲花剑影，我看张狂师兄一人就可抵挡他们十人。怎么回事？请问阁下是？宗大弟子周鹏，你们为表诚意，让你们少些人受伤，这次咱们就一人定输赢吧。如果你们有谁能打败我玄道宗大弟子，就算你们横越派赢了。这玄道宗竟然以凝气十三层的大弟子去欺负人。宗大师兄，横越派百年来第一天才，这回赢定了。吕松师兄的剑意确实了得，不过打不过，我来会会你。你这点修为不够。
恒月派不过如此。竟是一群废物！我虽有极境神识，但面对元婴期高手还是毫无胜算。若他有心抓我，我定然逃不过。这我反国不可久留。虽林涛只需十日便可拿到地图，但凡事有万一。在马良记忆中，西谷方氏是火风国最大的拍卖集市，我且去那里探探是否有地图拍卖。看这身形，应该是他。那贼人极善易容。诸位道友，何事阻拦？你是我门派禁地偷盗，以为伪装成这样，我怎就认不出来吗？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哥，不是他，那人虽说擅长易容之术，但不可能幻化得出这位公子的气质。这道友莫怪，在下洛河门李奇庆，唐突之处望道友海涵。无妨，既是误会，妈妈又岂会耿耿于怀啊？想必马公子也是去参加西谷方氏大会的吧？到时说不定还能相遇。道友，今日之事请多多原谅，我等还有要事在身，就此别过。大家随我继续搜捕。道友，误会啊！道友，在下邪魔宗弟子孙有才。先前跟在你身后实在是无奈呀。洛河门找我麻烦，我打不过只能躲呀。现在他们还在找我呢，跟着你走，我便会多一些安全。道友，刚才的事真是对不住啊。好快的速度，他不过是初级后期，速度竟比那元婴夫人慢不了多少。道友，莫非是有法宝相助？哎呀，道友你看如何？这好，那就有劳孙兄了。坏哉，眼前这小子只不过是个筑基中期，我一时筑基后期的修为为何有些惧怕于他呀？本就是我先借道友避敌在先，宝贝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。敢问道友怎么称呼啊？我叫马良，是战神殿弟子。啊，马兄弟，再向前不久便有一座进入西谷的传送阵。如此甚好，那我们便快些过去吧。马兄弟这次是一个人出来的？没错。马兄弟，开启那传送阵需要三块灵石，我叫个朋友过来，他应该就在附近，到时候咱们三人一起走传送阵，这样还可以节省一块灵石，你看如何？嗯。马兄弟不用操心，你的那份灵石我出了，要不是你，现在我已被洛河门抓了去了。马兄弟，别看此地荒凉，
这西谷的传送阵就在不远了。最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焚金山脉的火山时有黑烟冒出。记得去年四大宗派的元婴期始祖才刚刚封印完。嗯，此地偏僻，倒是个好地方。尤其是这里火山众多，杀人夺宝后抛尸也方便，连火球术都省。马兄弟，你这话……此人修为比孙有才深厚，一道假丹境界，看来是孙有才背后的主使。他就是那肥羊。师兄，就是他。我看到李木婉那死丫头和他哥李奇静对他颇有好感，要是把他的肉身炼制成傀儡，到时候再去洛河门，或许能多一份把握。小子，你可以死了！你，怎么会？竟是土遁之术！把那黑雾吞了。